又不像 Ribena 哦 ，Sorry， 我还没有嚼，所以。宝贝们，今天我来到巴生，我一定要推荐这家餐厅，因为它很神秘，加上它的地点有一点点难找。现在我带你们去吃吧，走，这家餐厅就是这边啦、啊。奶油冬阴海鲜意大利面，其实我也是没有试过，第一次。嗯，它不会腻，它的冬阴很够味，就酸酸辣辣。嗯，它有点像 KFC 的味道，我觉得。它很甜耶，而且它的酱很特别。嗯，就是我个人觉得市里的餐厅真的是满分，我很喜欢，因为它的那个口味跟我们外面的是不一样的。说宝贝，你还想看我吃什么？你敢敢留言，我敢敢讲，敢敢试。See you。